你也无欢喜回去啊，莫因我的情绪。安尼。我今天到底做错什么啊？点点啦，像今天你上传那影片，来观看次数多少了？十九万嘛，十九万嘛，是不是十九万人？对。几个小时？八个小时十九万人嘛，那你算一下，八个小时十九万人，平均一个小时多少人？都上万嘛，对呀、啊。那这个朋友能够了解吗？你今天这个流量是我连千亿而已的，会才了解吗？因为这个流量是我给他的，你有办法了解吗？所以我关他什么事情？你们家顶号顶吵了，我又没有怎么样。所以是你跟我说我不要用手机的哎、欸。我都要叫你红色酸民，我叫你红色酸民呀，一句话。我有封锁啊。好啦，免得叫变青啦，等你啦。我又没有怎样。我可以等你，等你。卖因我的情绪，等你。我今天到底做错什么啊？点点啦，我咧讲一个概念就对啦。哦，你去思考啦，啊，你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你怎啊走？明后明朝要怎啊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回去，那个是你的粉砖吗？那个是和你的吗？哪一个？中间好像是我的。你的吗？嗯。啊，你连封锁吗？你不是教他们封锁吗？啊，一起练粉砖还是练粉砖？他们可以封锁啊。啊，你看到你的封锁吗？哦，那是你们的。啊，因是安怎？因死来哦。啊，规工的主持在线顶回回，我袂好就变歹做嘛。为工要求公司放你放你放你啊！演出戏演出戏，但伊工做较好来哦。破一个杯就伫遐，规工讲要死要活；破一个杯就规工讲，无在要上班讲安怎？台湾2450万人，大家演出戏，我疫情这严重，大家拢免上班。15000的家庭拢卖上班啦，大家拢卖上班啦。咱规工在厝内隔离就好啊，对无啊？居家工作做工会做袂好势，笑噶，无啊？来，关坤尼什么事？我刚我在跟他讲啊，他的粉专就有在串联了、啊，他的粉专就有在串联，看到酸民就直接封锁，不用再多讲什么了。这位朋友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来，我现在讲给你听哦，关他什么事情？我现在讲给你听哦。来，坤尼，打开你的手机啊。你看一下，今天我帮你PO那个影片，今天多少人观看了？你看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蔷薇昆尼。这一段时间网络上面的风波，对公司及联董造成了伤害。我在这边有一些话想对大家说。联董他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人，他把工作所得的一部分捐出来做爱心公益。爱心公益的活动他也持续做了8年，在公司里面也学习到了很多，很感谢公司所给予的一切，还有很多的资源。那联董也很照顾每一位员工，也很关心每一位员工。看一下今天你上传那影片，来观看次数多少了？十九万嘛，十九万嘛，是不是十九万人？对。几个小时？八个小时十九万人嘛，那你算一下，八个小时十九万人，平均一个小时多少人？都上万嘛，对呀、啊。那这个朋友能够了解吗？你今天这个流量是我连千亿给他的，会才了解吗？因为这个流量是我给他的，你有办法了解吗？所以我关他什么事情？我在忙在解说，在解说很多商品的东西的时候，他们必须去把幕后的事情做好。我咧讲一个概念就对了。哦，你去思考啦，啊，你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也无欢喜回去啊，你怎啊走？明后明朝要怎啊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回去，我无想看到你回去。回去，你先回去，你先回去，我无想今仔无想看到你回去。你不要跟我讲啦，唔免惊明后明朝啦。我又没有怎么样，所以是你跟我说我不要用手机。
机的哎、欸。我拄啊叫你防守选民，我叫你防守选民，你啊一句话。我有封锁啊。好啦，免遐叫面青啦，等伊啦。我又没有怎样。我可以等你，等你。卖因我的情绪。等你。我今天到底做错什么啊？点点啦，等你啦。